那过来来看哦，伫咧中华关体育会健美委员会主委黄俊元、中华民国健美健身协会理事长柯安静的奔跑，但中华关馆长杯全国健美健身的锦标赛，5月16日要来登场了。这嘛是咱中华关头一届要来举行的健美健身比赛，地点嘛讲景伫咧充满历史文化的鹿港小镇举行。这届比赛嘛，予台中、中华甲南投地区的健身爱好者真期待哦。身体健康够用的猛男，一摆开，麦伫顶现身体各种肌肉线条。啊！这款猛男认识健美，拢有3-4年以上的时间，伫咧镜头前顶现真娇韵的倒三角体态。有健美先生，当然也有健美小姐，美丽面容，身材就敢那无敌铁金刚同款结实，让人看了是感觉真神奇。健身甲健美是一项顶现力与美运动。这届由中华关体育会健美委员会主办，也是中华头一届举办健美健身比赛。小弟俊元担任第一届这个主委了呢，阿妈伫顶年呢，带着咱的中华关的代表队选手去到花莲比赛观摩，啊，会使讲去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哈。阿妈因为咱这中华关所有选手的建议。啊！伫个伫咱个理事长柯安静先生呢，啊，甲本人吼安尼极力的争取，啊，甲即个协调吼，啊，向着咱即个议长谢点林，啊，甲即个王惠美县长啊，争取吼，啊，即届伫咱中华所举办的即个全国锦标的即个健美比赛吼，啊，当然咱中华关嘛真侪选手呢，拢是非常会认真伫咧训练，但是呢，咱将来毋捌。唔捌举办的即个中华关全国的比赛，啊，伫即届啊的比赛呢，会使讲咱中华关非常多即个选手踊跃的这个报名吼，啊，当然即个健美呢，即个运动呢，即个风气呢，啊，会使讲是非常的好，但是呢，无即个即个运动的即个比赛吼，较无予咱的选手有发挥的即个空间吼，啊。咱的选手呢，啊，会使讲，伫即届要举办这个比赛呢，大家拢非常的欢喜，啊，嘛非常的赞同吼，甚至嘛佫加建议讲，即个训练伫10月训练有一个比赛，啊，叫我讲会当用即个中华关代表队的名义来比赛，啊，咱其实咱即届的比赛办伫鹿港呢，那因为咱鹿港嘛是一个古都小镇吼，观光的地点，啊，嘛会当讲予咱全国的选手。来到咱鹿港啊，来参观着咱鹿港小镇，安尼借着这个机会安尼吼。即个地点就伫咧鹿港文开国小，到报名截止日子4月30日，就已经吸引60位健美先生小姐来报名。到时阵会予比赛充满地方特色。我们比赛项目是形体，男子形体。对，那我们只有4个核心动作，对，会有4个转向。对，包括正面，然后四面镜向右转，然后背面展示，再四面镜转，然后再回到正面。对，那跟男子健美有的区别就是，因为男子健美它有7大的核心动作。对，那我们的评分项目比较偏向是腰间臂，就我们要求的是腰间臂力，对不对？跟传统要求的那种肌肉量方面需求有点不一样。主要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压力，多做运动，然后能够让自己在做上。够好，这样够稳重。那健体跟传统健美的话，最主要还有一个差别就是，健体的话穿裤子，那传统健美是穿三角裤。那差异的话就在健美的部分会比较着重在臀部的形成，那形体部分的话就比较不会着重在臀部的形成，主要都在腰间。这几年健美健身已经成为少年人的运动风气，每一个健身房和运动中心都有很多专业的教练，包括很多业余的选手，也以挑战自己为目标，投入健美健身，这个挑战自我的精神真值得学习。欢迎大家5月16号一起来
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采访报道。